到底是什么东西让陈小姐可以一觉到天亮呢？你是不是也遇过冬天睡觉却睡到满身大汗的经验呢？有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就让我们使用这款日虎超舒眠6D 透气凉垫吧。啊？冬天用凉垫，这样睡觉不会冷吗？冬天睡觉的时候会流汗，可能是因为棉被、床垫不透气所造成的。这款日虎超舒眠6D 透气凉垫主打循环超透气，冬天使用的时候呢，能将舒适体温跟暖气锁在网层中，通风干爽不黏腻，让你起床就是好心情。冬天睡觉的时候不盖棉被会冷，盖久了又很闷，常常睡醒的时候都满身大汗，自己也不是易热体质，但就是因为自己的棉被、床垫都不透气。不过啊，自从换上了这款日虎透气凉垫之后，晚上盗汗的情形真的改善很多哎。每天都能一觉到天亮。我以前也买过一些透气的凉垫，但我觉得透气度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还好。但这一款的话，它的透气度真的让我很有感。它不仅是 MIT 制造，也有 SGS 认证。重点是还有我最重视的过敏抗菌的功能，让我使用了真的很安心。像我侄子啊，他就很怕热，人家冬天他会过敏气这样子。我后来就买这款日虎透气凉垫给他，他真的很喜欢。因为它，这款凉垫应该是说它不像以前买过的麻将席或是草席，有可能会夹头发啊，或者是说会刺到皮肤，而且小朋友的皮肤又很细。但是它这款完全没有这个困扰，而且啊，它四季我觉得都可以使用，重点是还很贴心，有各种的尺寸可以让我们选择。像我自己其实还蛮懒的，但是又有点洁癖，以前都觉得洗床单、床垫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但重点来了，它这款凉垫。最让我满意的功能之一就是它清洗非常非常简单方便，把它全部塞一塞，然后丢到洗衣机里面，拿起来晒干，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，真的很方便哎，很适合我这种懒人的。所以啊，我真的很推荐每个人都一定要拥有这一款日虎超舒眠6D 透气凉垫。